我的这个信心喊话就是希望今年可以带我的学员得到冠军。如果那个学员他是很支持很爱周杰伦的，我会想尽办法从他的手里抢过来。中国新歌声第二季每周五晚上9点，天下卫视北美独家同步播出。本节目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商：